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说你自己的行为如果是正的，不令而行，不用去要求别人，别人就会照着去做。你看我们对孩子是不是一样？说孩子今天放学，你想让他写作业，简单，你也在学习，你也在提升自己，你会发现久而久之他就会受你的影响去学习。可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回来在那里玩，在那里发脾气，在那里抱怨，你要求他学习，虽令不从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思维转过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一切事情都那么简单呢。你自己在不停地正己，你会发现一切事情就会跟着发生变化。